你有多久没来宜兰啊？会记得小孩的时候都是坐火车来宜兰的，沿路弯弯翘翘的海岸，总是伴奏着海浪和海鸟合唱的歌声。来到这可以呼吸到上新鲜无污染的空气，也可以感受到青春生命的活力。现代化的交通以及建设，一点啊都无分割掉宜兰纯净的姿态。来来去去的游客总是将宜兰的笑容当作伴手礼，传送给全世界。记忆当中，囡仔时代田花路、稻草的香味，藏在心肝底幸福的滋味。宜兰不但有在地丰富的农作物，啊那台湾人大船入港的时阵，总是满载着本港现捞的鱼货甲海产。在真侪台湾人的心目当中，宜兰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所在。热情、朴实、好客，是宜兰上水的风景。时代的传承，土地的感情。生命延续，让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更加密切，也更加久长，让我们更加珍惜天地赐予我们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水。这是宜兰，一个属于我们台湾人的土地。